我希望我们草蜢每一年都能来这里开演唱会，每一年都可以看到他们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我们不是来看演唱会，是家庭聚会。这次是我们怎么没想说都漏？我们最重要是用我们的经典的歌曲跟舞步，然后让大家轻松。这个最重要。想看我露的话，就看我 IG， 我已经铺了，不是裸照啊，是泳照。演唱会最后拍到就是晕倒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耶，你不会吓我啊？我希望我们的歌迷每一个都要平安，就要平安。还要跳，我跳三个小时啦！对啊，你说出我的心声。还有就是三个小时我觉得还不够，我希望可以下一期唱五个小时跟六个小时都可以，真的不过瘾。我希望我们草蜢每一年都能来这里开演唱会，每一年都可以看到他们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对啊，我今年已经跟大家说过，我们不是来看演唱会，是家庭聚会。希望家庭聚会每一年都可以有一个好玩的 party， 对，都来，没错。三个小时要唱，唱是真的完全不会累吗？还好。我们平常训练的非常足够。我们在之前访问的时候已经说过很多次，我们三个是运动员，平常的生活就是运动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累。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的。极限是哪里？暂时还不知道。谦虚一点，谦虚。真的。谦虚一点哈。这次秀怎么没想说多露一点？秀服装没想说多露一点，多露一点。我们的服装不好看。因为今天是20岁嘛，我们不想太赤裸的。你那个胸已经儿童不宜的，我们在对啊，姐的胸已经很。对啊，有啊，没有想说展现一下。我想我们最重要是用我们的经典的歌曲跟舞步，然后让大家轻松，这个最重要。是我们三个音乐按摩师，就是我们来就是服务大家。想看我露的话，就看我 IG， 我已经铺了啊。我的不是裸照啊，是泳照。我游泳的时候拍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现在的身材怎么样啊。演唱会最后好像歌迷拍到就是晕倒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要吓我啊。你不要吓我耶。希望他因为他希望他没事吧。我不知道这个事啊。那我希望我们的歌迷每一个都要平安，就要平安。